Hello， 大家是伟哥。然后在王者荣耀明天要上线一星啊，这个新英雄，然后这个体验服也即将上线一个新英雄，就是这个狂铁啊。狂铁，我们来看这个出场画面，应该是定位一个战士和坦克之间啊。他和钟无艳一样啊，都是拿一个大锤子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出场画面，然后他的锤子带闪电啊。我们来看他的技能介绍啊，被动技能无畏战车，就是打人的时候可以增加一些那个能量啊，然后增加的越多伤害也就越高，然后在释放技能的时候这个被动它是也有效果的，就是你的能量越高，然后释放的技能效果就伤害也是越高。我们来看这个一技能啊，叫碎裂之刃啊，其实打人了之后啊可以有那种吸血效果，是有两次攻击造成一次物理伤害啊，那具体我们就不说，大家可以看那个描述啊，大家就大概就知道啊，反正就是这种造型。然后这是二技能强袭风暴，向前冲刺啊，冲刺之后然后后面的三次普攻会有那种强化效果，这个非常溜啊，带着闪电，然后路径上的敌人都会有一些伤害，都会受到伤害。我们来看大招立场压制，就是个狂铁将武器砸到地面是吧，然后有产生电流，然后敌人在这上面碰到的话会有减速啊，还有沉默的效果，然后会叠加到五成以后，它的那个伤害的移速什么都减低，然后这个狂铁也会增加那个伤害啊，就这种效果。好吧，那我们本期就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伟哥视频，关注公众号伟哥解读，我们下次再见。